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国各行各业都刮起了一股透明玻璃风。无论是去到旅游景点游玩，还是去到大型商场逛街，总会出现玻璃走廊。而对于玻璃栈道，相信大家听过最多的就是张家界的玻璃栈道了吧。不过今天小编要带你看一个更刺激的，位于重庆的天空第一悬廊。坐落于重庆万盛奥陶纪公园的天空第一悬廊，整体呈 A 字形，桥面铺设采用全透明设计，而且重点是它位于离地300多米的悬崖之上，又沿着悬崖向外延伸了80米的长度，让人看着就相当头晕目眩。天空悬廊桥身长约200余米，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长的悬挑空中的玻璃走廊。如果你是个喜欢刺激的人，那么这个天空悬廊可千万不能错过。这里设置了诸多精彩的游玩项目，让你充分体验一把在300米高空荡秋千是什么感觉。一眼望得见崖底的跨度150米的全透明玻璃桥，长度能赶上索道的高空速滑，以及那一不小心就掉下去的间距不等的金属钢梁组成的高空漫步。这里的每一项游戏玩的都是心跳，保准你笑着上去，哭着下来。喜欢挑战刺激吗？天空悬廊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据体验过的朋友表示，当人走在向外挑出的那80米范围内后，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玻璃走廊的明显晃动，肾上腺素直线飙升。在这里，你不仅能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豪气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玻璃走廊绝对会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。小伙伴们，这样的玻璃走廊你敢不敢去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